大家好，我是雨龙公司售后技术员丁帅，我现在位于贵州省的客户现场。该客户订购了我们公司时产3吨的颗粒机，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套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情况。这是颗粒的生产车间，面积大约在2万个平方。是一个拆迁量的木屑，含水率在16%左右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设备。这是一个设备的进料口，这是设备的出料口。光滑，稍稍有点裂痕，硬度适中。